请教院长，安安在网络上面意思是什么？跟委员报告，我在这个记者会上我也表示说，我对网络世界需要进一步。所问的提问，安安，这个我不清楚。好，我需要还需要再了解。这个叫做早安啊、哦，晚安，午安啊、哦，来五个 W， 请委员指教。好，这个是大笑，希望葛葵团队加油，要大笑。谢谢。好，讨拍，也请委员指教。安慰，安慰。啊、哦，杨聪文，你是读书人吧？你平常都有读书吗？也请委员指教。那你看到感动的文章啊、哦、，BJ 四，请委员指教。好 ，BJ 四是什么呢？也就是不用解释了，不用解释了。来，最简单的，网军。这是一般大家称网军，不过我跟委员报告，我对于网络世界的这些朋友，我从来不用网军的感觉来看他们。最后一个再请教，闪光。也请委员指教。闪光就是有亮点，哦，在这个答案当中，还好有一题是对的。